没钱了，没钱了。再来是啊，还有李光啊。上集是讲另外一只吧。李建光站。先跟你们讲一下哦，我发现培育会一直下去，有一个5500的，就是培育，如果你的比赛的粉丝够，他就一直比下去，比到你粉丝数不足，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。这个我一直在培育，其实针对梦境。